十七姑娘，你终于肯给咱们姐妹画私房画了。是啊，我等了好久了。十七姑娘，我这个角度是不是好看些？十七姑娘，你要突出我的腰线啊。十七姑娘，我左边的脸好看呢还是右边的脸好看啊？真不错啊。谁啊？客官，沈大小姐。不要张扬，小心我宰了你。那位叫十七的画师在哪儿？十七，自从你给我画了私房图之后啊，一下子就在我们流金房出名了。来，盈秀，我只是个普通的画师，不是专门给人家画私房图的。我知道，你不是说你姐姐小时候在风月场所走失过吗？正好宁香阁、红袖阁的姑娘都想来找你作画，趁此机会好好检查检查他们肩膀上有没有那朵梅花呀。咱们流金房啊，就属福香姑娘你的肩膀最是好看了。当真？当然了。是啊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都出去啊！哎呀，真是的。走吧，哎呀，好饿，真扫兴。沈大小姐，我当初已经给你解释过了，他们是风韵女子，最怕年老色衰，作画是为了给日后留个念想。可您堂堂相国之女，身份尊贵，为何非要我给你做这私房图呢？你想见你姐姐吗？我姐姐？你知道我姐姐在哪里？想见的话，明日虚时牵引山庄，你来给我做幅画，我自然会告诉你他在哪。沈大小姐。怎么洒了？你朝进去倒一口。别走啊，踏出这个房间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姐姐了。我姐姐在哪儿？你看见什么画什么，画完我就告诉你姐姐在哪儿。
最近的香粉味道很特别啊。喜欢吗？欲罢不能。什么人？圆梦而已。无论如何，明日我都要去退了我与萧寒生的婚事。退婚？萧寒生啊，他可是郑国公唯一的儿子，圣上亲封的府远将军，而且这事儿还是你爹亲自求的。他是府远将军，你是宁王，是圣上的皇子。那你准备用什么理由退婚啊？你难不成要直接告诉圣上，堂堂相国之女沈庆与萧寒生已有婚约之际，还不耻与本王行苟且之事吗？哼！可我不爱他。你要是真爱我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就好好去嫁给萧寒生。日后他要是能为我所用，我自然有办法把你要回来。但若是不能，等你有一天变成小寡妇，就能名正言顺地来我府里了。我有了身孕。你我又不是第一天相识，鱼水之欢的事情，一年之内有多少我连脸都记不住的女人跟我说同样的话。好好嫁给小寒生，好好做你的将军夫人，帮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。嗯？沈小姐，沈小姐。沈小姐，沈小姐，你的画画好了。十七姑娘，你好奇为何我要找你帮我画这幅画吗？别人的事情与我无关，我自是无需好奇的。画我画好了，我姐姐在哪儿啊？嘿，沈小姐。你有中意的人吗？有没有做梦都想梦到的人？有没有朝思暮想也要留在他身边的人？我看样子是有啊。我也有，可我爹为了稳定朝局，让我嫁给一个连面都没有见过的男人。换作是你，你愿意吗？我自小父母就离世了，唯一的姐姐也在多年之前走散，我确实不懂你的感受。不过沈小姐，你可以试着跟相国商量一下。天真。或许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姐姐的下落，只是想骗我给你画幅画而已。天快亮了，我要先走了。画给你放这儿了。你放心，今天晚上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。沈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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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想不开啊！沈小姐，沈小姐。
气，在今日之后也算还清。这么美的脸蛋，以后就是我。你有没有中意的人？有没有做梦都想梦到的人？有没有朝思暮想也一定要留在身边的人？我有一个只见过一面的救命恩人，我心悦于他，却不知道他是谁。姑娘，你害怕吗？我不害怕。大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姑娘是？我是小倩啊，相国府的陪嫁丫头小倩。相国府？嗯。那这是哪儿啊？将军府啊。今日是圣上定下你与萧将军的婚期，可您却一直昏迷不醒，相国只好先把您给送过来了。你看见什么画什么，姐姐。画完我就告诉你姐姐在吗？沈小姐，你别想不开啊！大小姐，这女人啊，以后就是。大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不是你们的大小姐了，这不可能！你这还有其他的镜子吗？其他镜子？哎，大小姐，你盖头，高一点。哦，这样吗？大小姐，可以。我不是你们的夫人。有镜子吗？有镜子吗？大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大小姐，夫人，大小姐，夫人，夫人，大小姐，我不是你们的夫人，夫人，是夫人，大小姐，夫人，夫人，大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看到镜子了，夫人，我不是你们的夫人，有镜子吗？啊，夫人，大小姐。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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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停停停！夫人，小姐，夫人，将军吩咐过，夫人，那间房子谁都不能靠近。你说沈沁有些奇怪，是，他总说他自己不是沈沁。哼，这丫头，为了不嫁给萧寒生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。可是大小姐，她看起来不用。可是，我是她亲哥哥，她什么心眼我还不清楚吗？你呢，还是按照我之前交代的去做，明白吗？大少爷，奴婢不敢。哎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快回去，不然小心我要你的命。讨厌，再喝点。让我看看，不喝了。我看你小手，嗯，不喝。大小姐，对不起，都是大少爷逼我的。你在干什么？将军，夫人快醒了，我帮她把盖头盖上。退下。
别乱动，我来帮你。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将军，是你。晨雨笑，溯回孤城里又一遭，抹不掉烟雨故事胡乱江潮。旧梦里灯火染红尘嚣，而今是荒腔走跳，是战火寥寥。我听闻传说起了风，又跌落成空，不敢扰众生，不敢惊动梦，只怕传送未能描绘当年惊鸿。爱你是风月镜中痴情伤爱恨，世代在轰动，十年岁月中实在难相逢。他是要我替他成婚。红尘便应有始无终。将军，其实我不是。喝杯合卷酒吧。不是，将军，我真的不是。别说话。来。你有没有中意的人？有没有朝思暮想？也一定要留在身边的。好了，到此为止吧。小寒生，我是你军师，你不保护我的呀？我刚才差点被砍了。把院子清理一下。清理院子？不是，我是你军师，军师。
你没事吧？让你手轻了。我没事。今日一晚，早点休息吧。明日一早，你就可以离开了。离开将军府？嗯。将军。放心吧，相国那边我会解释。你要把人杀他？我也是想，若是新婚当夜，将军夫人她就死于非命，萧寒生他定然脱离不了干系的。谢王爷夸赞。你知不知道沈清是我的人？我知道啊。可是王爷不是让她嫁给萧寒生了吗？我揣摩您的意图肯定是想借机扳倒萧家。嗯，你下不了手，我来喽。妙啊，妙啊，太妙。我用得着你来帮我做这些下贱取卵的事吗？我要让萧寒山成为我的人，这样我还会怕曲王和联王他们吗？你住！如果沈庆今晚出什么事的话，你这个做兄长的就准备好两副棺材吧。两副棺材？是谁的？你揣摩一下。我揣摩出来了，我马上去吧。妹妹，你可千万别死啊！千万别死！夫人，我叫福灵，将军派我来伺候您更衣。这是给您准备的换洗衣物。夫人今日受惊了，给您准备了一些安神汤，将军还吩咐我们不得叨扰到夫人，我们就在门外候着，有事您叫我们就行。我是世奇，不是沈清。若太子真是校正红石，为何手中要紧拽这个玉佩呢？镇国公千叮万嘱，让你莫要再查太子之死，你倒好，回来成婚就是为了此事。我真是搞不懂父亲，为何此时执意让我回来成婚。太子之死，朝堂震荡，如今国事当前，儿怎可回去成婚？何为国事？何为家事？太子之死为国事，成婚之事为家事。太子之死既成事实，接下来无论谁继位太子都不过是朝堂之争，谈何国事？我萧氏一门几代镇守边关，只在守卫疆土，保卫百姓，家事才是国事。若朝堂不稳，百姓何以为家？你不用再说了。总之，太子一案，你不许再管，赶紧回去成婚。等你能够明白将士们拼死沙场为的是什么，再回来。太子一出事，相国府那边就主动请婚，你若侦查，他可就是线索，你倒好，要把送上门的线索赶走。我现在真的不理解你。其一，我见过他手上的勒痕，他明显是被绑架过来的，有人想要他殒命于将军府。其二。其二是什么？我直觉他不是奸邪之人。直觉？你认都不认识他，怎么又信你的直觉啊？我的直觉救过我的命，也救过你的。若此事与他无关，我不能害了无辜之人。先且看看他明天走不走再说吧。他若真走，那可是圣上赐婚，将军夫人无故失踪，你担当得起吗？他若不走，兴许啊，这一切就是一场苦肉计，他在陪你演戏呢。
承蒙将军照拂，暂且借走一件长衣。还真是说走就走啊。走了也好。将军，宫里来人了。何事？说是请将军和夫人出来接旨。你的麻烦来了。沈大小姐，沈大小姐，你给我出来！我知道你在这儿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倒是比我想象中的来得早了一些嘛。原来我的脸这么好看。这颗泪痣楚楚可怜，惹人怜爱，我怎么把它给忘了？把我的脸还给我。我费了这么大劲和你换了脸，你觉得我会轻易的还给你？我再说一遍，把我的脸还给我！来啊，你杀了我，杀了我，你这张脸再也换不回来了。你想见你姐姐吗？她就在前面。海内监带着家风诰命夫人的圣旨来了，已经等候多时。我早与你说过，此乃圣上赐婚，你不能放他走。再没有人出去接旨的话，那就是抗旨。阿坚，若是你想救他，用我的脸帮我做一件事。海内监，吉氏，请。我都喝了第五壶茶了，将军夫人呢？将军和夫人昨日大婚，借新婚燕尔嘛，今日自然是起得晚了些。吉氏，你看这天都快黑了，还没起来？海内监稍安勿躁，快了。你姐姐中毒了，我正在帮她以毒攻毒，你现在过去你会没命的。她离开这个浴池她也会没命。若你想救她，用我的脸帮我做一件事。单凭她背上那朵梅花，怎么能证明她就是我姐姐？这是小时候你送给你姐姐的，没有人比你更清楚这是什么东西了吧？我要你用我的脸嫁给萧寒生，等我生下孩子，自然会给你换回来。在此期间，不能让萧寒生知道你的身份。你姐姐的命，现在可就在你手里。该怎么做，你自己选吧。将军，继续说他快扛不住了。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。夫人，夫人回来了。将军是梦中一袭烟楼，几番哽咽颠沛我心中，泪还不将军，
与你身后，皆大梦人间一春秋。别后的人为爱寻大破狼位的事，花不完爱恨情仇，只愿就得如心求。寥寥人间走一走，谢故乡思酿浊酒，容颜一换心依旧。门下天下之金相公之女沈沁，夫人姓程，尤家居住，拥何翠臣客席内侧，国籍册分为诏命夫人亲子。臣女沈沁，谢主隆恩。一年唐国月浓稠，烟雨晴下守望游，笛声吹落梨花后，故人回首。我可以扮演好沈沁。这才五月份就萤火虫了。将军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想事情。每当看到萤火虫，就觉得充满了希望。就像有人走在漆黑的路上，只要有一点点光，便有了希望。将军为何这样看着我？没什么，只是有点似曾相识。咫尺远近，我却不知道怎么向你靠近。我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为何回来？我知道是圣上赐婚，将军昨夜救了我，我不能不讲道义，抛下你不管。我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你救了我，我不能不讲道义，丢下你不管。可泪痣，将军、夫人、夫人，偏房我们都收拾好了。你要睡偏房？是。行，你看夫人缺什么，给她送过去。诺。哎，我听福林说，嫂夫人要搬到偏房去，你们这是要分房睡啊？多事。我。夫人，将军他。福林，照夫人说的走，去吧。军师。夫人。哇，好漂亮的萤火虫啊。烛雨深涟漪影月光。梦中又不是他画出兄弟们的样貌，害得大家被国府通缉，我们也不用躲到这种鬼地方。姑娘，来吧。
寒藏欲说还笑故事，我不害怕。落雪似曾相识，你已狂。其实将军他曾有一个爱而不得的意中人，夫人莫要怪将军，他不是不喜欢你，他只是喜欢其他人而已。落在谁手掌，那一语惊倦了春色心事变柔肠，思念躺在镜子里掀起细浪，笑和泪模糊过从前，言语几分将军闭上眼，仿佛是你在我身旁，那一别在雨雪容颜已换了模样，思念躺在镜子里掀起我不走，走。若分明你的言语勾勒出了故乡，又何妨灵魂藏在谁皮囊。来将军，将军快醒醒，将军快醒醒，我是让你走了吗？为何还回来？你救了我，我不能不讲道义丢下你不管，我来带你走了。夫人，往后你若是见到这根红绳，必须第一时间过来见我，无论何种情况，否则你姐姐就……夫人，夫人，早点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吃过了。福灵啊，等会儿我出去一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将军早就交代过，您可以随意出入。那我去备马车。哎，不用了。我自己出去走走就好了。诺。福灵啊，若是将军问起，你就说我出去买东西了，可以吗？福灵明白。你来了。你把我叫过来做什么？查出落在萧寒生手中太子的遗物究竟是什么。我答应了替你留在将军府，可没有说过要替你做任何事。我可是替你做了件事。他是相国府的熟人，把他留在你身边是个祸害。你简直是丧心病狂！我丧心病狂？你与萧寒生成婚那一夜，他可是帮着我那傻哥哥企图谋害于你，我这是在帮你。这种被处的奴婢，我可留不得。我再也不会帮你做任何事。那你那可怜的姐姐该怎么办呀？如果没有我的药，他恐怕都熬不过今晚。萧某婚事从简，无需王爷送来如此厚礼。哎，萧将军乃是圣上亲封的府院将军，这萧氏一门一直都是护国功臣，是我敬重之人。将军与本王年龄相仿，理应当弟兄相处，只不过一直未能有机会与将军有所来往。萧某区区武将，
不敢高攀皇家之尊。如此厚礼，怕是无福消受。将军言重了，是本王要仰仗萧将军才是。那若是将军不介意，这些就当是给边疆将士的支持，你看如何？萧某替边疆将士谢过王爷。萧寒生啊萧寒生，总有一日我要让你为我所用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王爷。来，你们俩各守一边啊。王爷，我不是。你不是什么？不是本王的沈沁，是将军夫人了是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解释什么呀，闭嘴。你这才嫁过来几天，连香粉味都换了。不过这股味道我更喜欢。我还没有试过在将军府，一定很刺激。王爷，这是将军府，我是将军夫人，光天化日之下要是被别人看到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哦，看来萧寒生那天晚上护住你了。难道他也喜欢你？没事儿，他要越是喜欢你，你就越能帮我查出到底太子什么东西落在他手上，对吧？将军，别忘。夫人有礼了。王爷还没走啊？相国曾是我的老师，我幼时与阿庆一起读过书，今天恰好遇到，就闲聊几句，是吗夫人？将军夫人。王爷，前些日子呢是我不懂事了，沈沁呢活得好好的，还有那些死士的来处隐秘得很，萧寒生查不到的。王爷，今日有惊喜啊。王爷，南巡那边来了一批姿色绝佳的新人。新人？都很年轻。有多年轻？长了十几吧。这么年轻啊。是啊。年轻好啊。好你个鬼婆子。这么年轻的拿给我啊。有没有更年轻的？哦，有。真有啊。是啊。真有。做个人吧你。鬼婆。哎呦王爷恕罪，王爷恕罪。现在赶紧把这些女孩的卖身契都给我烧了。我如果再听见这个流金房里有这么小的姑娘，我就一把火把你这院子烧了。是是是，然后回头一刀剁了你。去把那些女孩给我放了。走。哎，王爷咱们换个地儿啊。哎，是我不好，我跟您说啊，这次我带您去这个地方肯定比这里好。哎，我们以前见过吗？回王爷，奴婢是流金房新来的舞姬。今年多大了？十七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十七。抬起来。
好，以后你就是本王的人了。拿壶好酒过来。得嘞。十七。将军，将军，军师，军师，夫人。夫人，您怎么不跟将军多说几句呢？将军公务繁忙，还是不要打扰他了。我说，你们俩还在分房睡啊？话真多。将军，有信传来，元宝又逃走了。什么？他又逃走了？你惨了，肯定是元宝知道你背着他成婚，这下子府里又要闹翻天了。我闹。愣着干嘛？快去找。是。你这将军夫人当的倒是挺忙，比我约你的晚了一个时辰。你有话就直说吧。东西呢？找到了吗？那里可是将军府，东西岂是我想找就能找到的？他碰都不碰你，你怎么帮我找东西啊？哎，要不要我帮帮你啊？你别乱来啊，我自己会想别的办法的。我偏要帮。阿姐，眼下宁王和沈倩都在咄咄相逼，可将军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能出卖他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原来你就是我阿爹的夫人啊，请你吃糖。你阿爹是谁啊？萧寒生啊。你惨了。我怎么了？你不是我阿爹喜欢的长相，怪不得他跟你分房间睡。哦，原来你阿爹喜欢你阿娘啊。我阿爹没见过我阿娘啊，我也没见过我阿娘。完了，你还呆呆笨笨的，他更加不喜欢你了。我，元宝，快抱我，快抱我，快抱我！哦，好。哎，元宝下来。我不，我下来了。阿爹，你要把我一个人送去书院？你敢自己一个人雇了一辆马车，一声不吭的就跑回来，万一路上出事了怎么办呢？就不下来。听话，下来。阿爹，你嫌弃我，你每次出城都把我送走，到现在都不接我回来，就是不想要我了。将军，要不先让他在我这儿吧。听话，元宝。元宝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。元宝，放手。
那你就再待会儿吧。哇，你真讲义气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阿娘了。啊？你要香香的，我阿爹才会喜欢你，他喜欢你了，出征的时候才会把我放心的留下来交给你。姑娘，其实将军也舍不得送你去书院的。元宝，你想留下来啊？嗯，我从出生起头一回记起了阿爹和阿娘。嗯，阿娘，你愿不愿意让我阿爹喜欢你？这也不是阿娘愿不愿意的事啊。我们做母女的要互相帮助，你帮我，我帮你。嗯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夫人莫要见怪，元宝自幼没了娘亲，将军又常年征战在外，疏于管教，这才养成了如今的性格。这孩子真可怜，这么小的年纪大娘子就去世了。夫人，这将军府就您一位大娘子啊？元宝是副将秦将军的女儿，后来秦副将战死沙场，将军不忍，这才收为了养女。偏是太子出事那一日，所有内奸当值记录都不见了，此事必有蹊跷。他们有心不让你查，你又能查到什么东西？不过我倒是有一计。别把你打上那一套用到我府院中。我还没说呢。你无非是想说她是相国之女，把她嫁过来肯定别有用意，我可以借此来一计，请君入瓮。将军不愧是文韬武略，在下佩服。我不想利用她，你另想他法。我问你，你为何如此信她？想伪装好一件事情很容易，想伪装成一个人很难。总之，收起你那套法子。然后他们就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元宝，故事讲完啦。这些萤火虫呢，我们等会儿也得把它们放了，不然会把它们闷坏的。嗯，哎呀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看着外面啊？元宝，怎么又把行军帐篷拿出来了？嗯，将军，我要帮你呀。哎呀，阿爹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阿爹，请坐。哎呀，元宝，这阿爹来做什么呀？阿爹，你快许愿，阿娘说一只萤火虫一个愿望。你从哪听来这个说法？我在书上看到的。阿爹，可不可以给我讲故事呀？好。将军，那你先和元宝讲故事，我先出去了。我要讲一个和萤火虫有关的故事，你也留下来一起听听啊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的人的出现就跟萤火虫一样，会照亮他人的路。
只是涟漪月光。将军，将军醒醒，剑指柱将军，弹筝回望，剑指柱将军，心间一抹思绪暗藏，欲说还休，故事已落霜，似曾相识你的目光，镌刻心上一滴泪珠。将军，将军，快醒醒！一记刺残，萤火虫，命运有了萤火虫，就一定会有希望的。流进去，沉落在谁手掌？那一语惊卷了春色，心事变柔肠。思念躺在镜子里，掀起凄澜。笑和泪模糊过从前，言语几分伤。闭上眼，仿佛是你在我身旁。那一别在于是容颜已换了模样，思念躺在镜子里掀起晴朗。若分明你的言语勾勒出了故乡，又何妨灵魂藏在谁皮囊。阿爹，不要送我走。将军快醒醒，将军。什么怎么来了？你到底是谁？将军，宫里又来人了。见过将军和夫人。圣上得此番邦贡酒，特差老奴赐予将军和夫人。王爷请放心，宫中的值班记录不是谁想查就能查得到的。有海内监这般恪尽职守，那是自然。老奴还要替圣上去将军府赐酒，就先告辞了。王爷，拿杯酒。将军，酒也喝完了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我们从前是不是见过？将军说笑了，我们从前怎么会见过呢？那萤火虫的故事你是听谁说的？我不太记得了。
但我记得，我记得和我讲萤火虫故事的那个人，他的眼角有一颗裂痣。我记得他的声音，记得他说的每一句话，记得他的一举一动。如果他能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想问问他，还记得我吗？他应当是记得的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他，这三年来，我没有一日忘记过他。我想问问他，当日那剑吓到他了吗？我想问问他，肩膀上的伤还疼吗？我还想问问他，是否会像我一样，曾在午夜梦回的时候，看见那晚的山林。可惜将军，我不是他。你就是他。将军，你认错人了。你仔细看看，我是他吗？他的样子不长在我的眼里，而是长在我的心里。若你真不是他，那就当我刚才说的话是说给三年前的他听的。没人能受得了这迎春谷。十七啊，你还得谢谢我呢。哎呦，韩连姐，韩连姐，你没事吧？玉秋，玉秋啊，玉秋撒了可是要杀头的呀。韩连姐，请啊，马上就去，马上就去。韩连姐。御酒也只是酒，咱车上还有半瓶花雕，倒进去谁也不知道。哦，好，快去啊！哎呀，哎呀！